答谢你，哈哈哈，太客气了，谢谢你，然后再来另外一次，欢迎他来，谢谢。这样好吃啊，那不要吧，好吃，刚刚烧到的，对啊，我刚刚闻到烧焦味。哦，哇，你怎么不把帽子戴起来，没人了，戴起来，哦哦，老板，怎么卖？用钱呢？弄下去就好。太强了吧！
十块。过来半只啊！我去跟叶文拿的。我们今天是全鸡啊。对，全鸡。漂亮。鸡肉啊，哦，有辣。直接放上去就好了。还有米粥、米肠。米肠买不到，根本是要把它放在一起。再吃一整，再吃一个，知道吗？还是你过来这边，出来，不要在那边，他们在煮东西。抱抱啊，狗狗要抱抱啊，狗狗。
看，辛苦喝一杯，来，喝一下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来，啊，辛苦了，好，好了，好喝。我们三个才各差一个月啊，对，都是啊，对啊，可以啦，惊吓，惊吓，我你那个我真的是惊吓，什么惊吓？你给我那个，哦，人形立牌。嗨。你在干嘛？我几岁？生日快乐哦，九月。怎么这个？白痴！你居然一进门就发现了，这要摆整个月哦，耶、！开心吗？有帅吗？这人形立牌不是，哇，这很像养乐多呢，大图输出有没有？真的，它有一点点气泡的感觉。有没有很像养乐多？哎，祝生日快乐哦！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有没有很像养乐多？有没有很像养乐多？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怎么了？我们祝黑猪早日脱单。可以不用哦。生日快乐！可以不用哦。拍手。我现在就拍一下我的帐篷。只能睡一个人哦，不好意思。换了啦。Thank you.
那你休息休息不要看了好不好？有机有休息。就不要在那个盘子里加，我在那个。对，小妹妹又一个嘛。